你们现在上镜哦。来看一下前面这个穿白衣服的小哥，他不是我们的团友哦，他是酒店的员工，负责带我们去房间，服务很好，态度也蛮亲切的。这里就是我们房间看到的风景啦，不错，我们都很喜欢。小姐，你有事吗？然后门口有两张椅子，还有一个吊床。房间里最吸引我的就是这个复古的保险箱，还有这个半开放式的浴室。哇，好硬啊！休息了一下，我们决定去泡一下富国岛的泥浆浴。这里有提供很多不一样的配套，我们选择的是一个小时差不多马币80块钱的 package。之后呢，就会有人带你到 locker 这个地方，放下你的包包，还有换上配套里提供的泳衣。来，毛巾放在这里，然后呢，要等泥浆满到一定的程度才可以下去哦。我们请 Sophie 为我们测试一下水温。好丑呀，我们都看不到。爽吗？爽吗？要 enjoy， 要 enjoy， 要 enjoy。热，很热，在夏天来泡这个。我只会试一次，下一次我不会再尝试。整体来说，我们最喜欢的还是这个，有没有很漂亮？由于我们实在是太饿了，所以一到富国岛的夜市，直接在这个档口吃了很多东西。这里你们看到的，我们几乎都吃了，除了那个手冻。富国岛的夜市主要是卖海鲜，还有一些道地的小吃。因为我们都不怎么喜欢吃海鲜，所以我们就选择了一家看起来环境还不错的餐厅，点了看起来不怎么好吃的食物，但实际上超级好吃。吃完晚餐过后，怎么可能少了脚底按摩？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行程啦，拜拜。